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久了，我们是不是该上去关心一下？ 佳怡，你为什么一直叫我佳怡？能量透支即将进入，佳怡，让我先看看他的状态。啊！这不可能！怎么了？他根本不是丁佳怡。 他是个机器人，一个 AI。你醒了，小新扫描到你体内有太阳能转化的模组，所以我们就把你放在太阳底下，充了好久的电呢，总算等到你醒了。谢谢。你不是丁佳怡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啊。那你说？ 你为什么要装成这样，接近我们？听我，是我的制造者。啊！老大，我们都特担心你。自从从神庙回来，司徒乐和那个小丫头……他可不是什么小丫头啊！你怎么知道的？当初我把他作为怪兽的原型机设计出来。 本想着让他协助我打败司徒乐，但是他死活不肯听我的指挥，只想着照顾什么花花草草啊！我一气之下，把他扔进了神庙地牢里。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，他居然自行进化出让机甲合体的能力。要是他也和司徒乐结盟了，那我们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那。 老大，我们是要跑路了吗？跑你个头！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对策了。不好意思，放错了。哇！这一次，除了司徒乐，我还要把那个叛徒给抓回来。他把我关起来之前，几乎清空了我所有的记忆。我记得。 只有他，还有你们。我们？我的系统里面有你们所有人的资料，所以当你们到神庙的时候，我才会帮助你们。毕竟我要找回记忆的话，你们是我掌握的出天网以外的唯一线索。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们不能留你。你要赶我走？你都承认了和天网是一伙的。 那我们怎么可能信任你啊？乐乐，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？嗯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天网把你当对手了。你们两个其实挺像的。 就这样了，或许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如果他走了，新的机器人只靠乐乐能启动吗？现在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吧？快抓住我的手，互相合作才是合体神兽的能力关键。司徒乐，你们完蛋了！哼，来吧，你们两个。 其实挺像的，你们不需要我，我也不需要你们，我自己也能找回记忆的。哼，你走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在说你。对不起啦，我错了。 小朋友，走丢了吗？天网。
环，三条腿的怪牛跑起来却比四条腿还快。想去哪儿？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佳怡，钢铁飞龙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听到有尖叫声，就赶紧过来了。司徒乐，我还以为我和天王一点也不像。我会让你留下，帮你拿回记忆，共同打败天王。你依然是丁佳怡。谢谢。好了，接下来就在这儿一起打败天王吧。神兽前如机甲召唤。神兽召唤器。系统我们还很陌生呢。没事，这回听好了，我们一起往左边使劲儿。成功了。很好，保持这个状态不变，冲啊。说好的冲呢？是你说保持不变的。对对对，保持这样我就赢定了。上来！我知道了，这个肯定是个大招按键。这次是弹力跳，高射炮。好，这次对，佳怡，你先辅助我做侦察分析吧，我来操控。其实我早就发现你的弱点了。可恶，竟然打破我的轮胎。现在天网神兽轮胎暴力，机体平衡降到28.6%，机体能量降到35%，损害严重。现在攻击有89%的几率可以获胜。做得好，佳怡，这一下我可以安心的了结你了，天网。迅速犹如闪电。哦，这次真的好险啊。要是没了佳怡，恐怕我们都没办法和天网神兽战斗了。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走了？那当然，这下我总算不是队里唯一的女生了。不过我们再继续叫你丁佳怡会不会不合适啊？你一定有自己的名字吧？没关系，大家继续叫我丁佳怡就好了。等以后我找到了记忆，你们再叫回我本名吧。那好吧，佳怡，欢迎加入我们。其
请多指教。哼，你们这几个笨蛋，这次叫你们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。如今司徒乐有了那个小丫头的帮助，我怕光我一个人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临时我觉得很有必要培养你们跟我一起出去战斗。哦，老大，我没有听错吧？老大要跟我们并肩作战。没错，是不是受宠若惊啊？老大，能不能不去啊？啊，我好心给你们升职，你们却想当逃兵。活该，起来，我带你们看怪兽去。雨后的空气果然清新的很啊。有毒气。干嘛？没听过响屁不臭吗？你们的感情真好。对了，佳怡，我一直想问你升级机甲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对对对，我也想知道。以前被关在地牢里的时候，经常见不到太阳，能量总是很缺，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能量，我只好学着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系统性能，慢慢的也就掌握了改变自己能量的能力。所以你把你给自己升级的方法用到了机甲上面。我只是提升了机甲能量的利用率，发挥出真正的实力，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升级啦。你们说的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啊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也该继续上路了。老样子，就由我来开路吧。出发。糟糕，一定是之前不小心把太阳能电板撞坏了。那要修好要花不少时间吧。要不我把自己的能量分一点给你吧。好了，而且我还稍微升级了一下引擎。哦，好厉害，那我的摩托岂不是更快了。佳怡，会不会是你升级过头了？这个，绝对是过头了。小心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哈，抓到了。喂，洛洛，你看准点啊。别担心，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小心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不好。哎，现在我们还是就地扎营算了，等检查好我们的摩托车明天再出发。怎么样，帅气吧？帅气。不过老大，我们要怎么进去啊？别急，我这就把咱们传送进去。现在我分配一下工作。那啥，左边副驾区是大奔，右侧观测区。好。大呆，你就负责我前面的紧急控制区，红色加速，蓝色刹车，绿色逃生舱，记住没有？那好，告诉我加速是哪一个呀？一群笨蛋。铁拳，你在干嘛呢？现在火星太小了，我把它吹大一些。我帮你吧。
啊，铁拳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还是去帮露露他们吧。露露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去捡柴火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把腿扎伤了。我会点医疗，我来帮你吧。好了。佳怡，你绑错脚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再帮你。哎，别，不用了。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了引擎声。又是天王。环，力量提升，强化后的三角怪牛，双脚缠绕着火焰。这只怪兽来势汹汹，乐乐、佳怡，你们还是召唤合体机甲吧。山海神兽融合召唤。嘿，神兽召唤器。我们还是速战速决吧。没问题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看来这种牵引光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用。小的们，让我们把这些炮弹送还给他们。遵命。想躲？乐乐，我们动不了了。嘿，任何物体只要落入我的牵引光线的立场之中，就只能听我摆布。我劝你们还是早点投降吧。任何物体？对呀，物体。乐乐，你想到了什么？牵引光线能抓住物体，我们只要用的不是物体的东西攻击不就行了吗？不是物体的东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乐乐，真有你的。那当然，我的肉可不是白长的。战路惊雷暴奴。什么命？战斗才刚刚开始。哎呦！逃命是万万不能的，但撤退还是可以商量一下的。奶奶，启动逃生舱。喂，我说的是绿色按钮啊！天王，这是想同归于尽啊！想得美，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
斗王，融合五只神兽力量，正义的究极机甲。佳怡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我觉得对不起大家。今天我一直想帮你们的忙，但是都搞砸了。你们不会讨厌我吧？说什么呢？你不是帮我们打败了天网吗？就是啊，你可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啊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而且我发现你和乐乐越来越有默契了。哎，拍档击个掌吧。乐乐拍档万岁。